我是胖胖的魔术师 Tony， 这是我养的宠物 Peter。 嘿 Peter， 他跟我有个同样爱好，就喜欢吃东西。其实我做过很多行业，但是最喜欢的还是魔术，对不对 Peter？ 哎 Peter， 问你个问题，你觉得我在这次比赛当中能不能拿到好成绩啊？嗯，对啊。那么现场的各位女士们先生们还有我们四位评委，大家好。赛事快结束了，这一轮我们快结束了，比了大半大家都看累了，今天由我呢为大家聊聊天，聊聊魔术。很多朋友都问我一个这样的问题，哎，魔术师你为什么能变出那么多东西？其实呢这是有原因的嘛，魔术身上有个按钮在这儿，你看能变出一枚硬币，小小的一枚硬币啊。当然了，一般来说魔术师这不放一枚，我们一般两枚。但问题来了，左边变完怎么办？哎，变右边嘛！掌声，掌声，掌声！小小的三枚硬币有大大的奇迹，第一枚、第二枚、第三枚，这里轻轻揉动一下，不见了。啊，当然了啦，还有一枚，有时候呢我们不用去摸这里，把这一枚放在自己手上，轻轻揉动一下，又不见了，它就回去了。当然硬币变在这里最厉害是怎么样你知道吗？最厉害是硬币可以从这里变出来。但还有一枚，不好意思，只有一枚了。这一枚把这枚硬币轻轻揉在手上，一二三，揉动一下消失了，当然还站在这里。 No， 再来一次，又消失了，再来一次，最后来一次，有点无聊，三次嘛，四不过三，放在这里，一二三，没有了。老师，我失误了啊，不要紧，有补救方法，这儿嘛，一枚，第二枚，第三枚比较厉害了，第三枚真的比较厉害了，第三枚嘛，声控的，第三枚，三枚硬币。接下来的这件事情呢，小孩子千万别模仿，这是我独家训练的方法。第一枚 ，Oh my god。第一，王老师问你个问题，硬币嘛长得蛮像圈圈，左边一个圈圈，右边一个圈圈，你选哪个圈圈？啊，不用回答了啦，你反正都选圈圈嘛。哎，就重点重点重点。第三枚硬，我味道不是好好，豆豆姐姐，要不你来吃？我开玩笑的啦。前两年比较流行穿越剧，对不对？小小的一枚硬币，它也有它穿越的梦想。注意仔细看，我把这枚硬币放进我的口袋，注意仔细看哈。哎，就在这个位置，摄像机给，哎，来这里，哎，轻轻揉动，没有事情。哎呀，穿出来了，穿出来了。当然了，穿越比不上变化，它能变成一条丝巾。啊，当然了，当然了，有时候呢，一条丝巾也是非常厉害的。竟然打一个响指之后，上面又变出了一枚硬币。但是接下来的表演，我不需要用到硬币。sorry， 老师，我没错，再来一次。不要紧，硬币也能。掌声鼓励鼓励，好不好？当然很多朋友会说硬币去哪了？一枚硬币。但是有时候其实揉动一下会变出一杯酒。我们干啊，不要干杯了啦，里面是我们前面的三枚硬币了。谢谢 ，thank you very much， 谢谢。好了，我的表演呢到此告一段落，谢谢老师，你们可以点评了，请大家口下留情，尤其是王老师啊，我姓黄，不是王。黄老师，你死定了。没事没事没事，你魔术师嘛，你就把我变成王也可以。对不起，这是口误。哇，好棒哦，你可以去做讲相声了，你又可以这个变魔术，我非常欣赏你，我没有任何的批评，我一定会让你过关的。谢谢。People love you, people love you。我喜欢你。Thank you。真棒，真棒，东航，你知道你身上最打动人的地方在哪里吗？是什么？身材。重量级的魔术师。大家一定。
定可以感觉得到东豪他身上有一种谦卑中带着掌控全场的力量。谢谢，这个真的很棒。我能纠正一下吗？我不叫东豪，我叫春豪。啊，你叫春豪，你还不是把我叫王老师啊？对不起，你凭什么纠正他呢？啊，对不起，他你现在今天开始就叫东豪。好，春豪，东到底春东，春我叫对了哈，无所谓了。提一个小小建议，就是说，咱们从幽默的角度来讲啊，怎么把你那个掌控的节奏啊，还可以更幽默一些，对不对？是。哎，这只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啊，因为你已经到达了这个程度了，我只能提更高程度的要求。谢谢赵老师，谢谢。好吧，谢谢你的表演。啊，谢谢。好，来，听起来好像评价还不错哈。我们先看看梅尔克老师。好。哎呦，老师也变了个魔术哎。好。豆豆姐，春豪，我想不但我喜欢你，小朋友一定更喜欢你。是，通过。谢谢。两个通过牌了，周老师，没有悬念。Thank you。王老师，哼。啊？哎，别，可以坐，下一张。哼。啊？哎，怎么那么多张这个？过的啦。恭喜你啦！擅长搞笑的魔术怪咖鹏春豪，挥洒自如的魔术秀获得评委全票通过，他成为第5位直接晋级的选手。剩下的2位选手，谁有机会获得晋级资格呢？